少人？10万人，对不对？一袭火辣装扮，立法院的神力女超人许淑华替韩流加分，功不可没。事实上，这次韩国瑜崛起，不少国民党立委可说是全力相挺。第一位站台的大咖就是他。自掏腰包大力相挺韩国瑜，成立法院长王金平组织动员白派势力，让韩国瑜首场造势一炮而红。高雄立委黄昭顺更是喊到声嘶力竭。亲自担任宣传车麦克风手，帅哥立委蒋万安则频频帮忙站台，再加上陈怡明、许淑华担任选战发言人，立法院的韩家军俨然成型。除了重量级的前院长王金平，光是社福卫环委员会就有4名中生代蓝军立委，内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也通通有挺韩势力。他最重要的支持还是来自于民意。那我们也不是说只有针对高雄，其他县市我们都还是有在帮忙。我们都是国民党的党员，那只要是国民党任何的党员有任何需求，或者是候选人有需要，我们都会出现。我只有拜托行政院赖清德院长，绝对不要因为政党不同，在中央补助的时候就降低了补助费，再一次的拜托。有国民党立委跟民意当靠山，韩国瑜喊话蔡政府给资源别分蓝绿，才是真的为台湾好。记者杨超光军台北报道。